要起来这件事情已经是让所有的女生，尤其是怕高的女生已经很担心，更何况是倒吊起来之后不是只有尖叫声哦，要把歌唱得很好这件事情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吧，所以就是真的要有实力啊。哦，对，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可能我是有大概几分小姿色，所以没有啦，就是哎，你刚刚一笑支气管已经好了，没有，然后喉咙都开了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要相信，就是不是说如果你有一点点外表，就代表你一定会是音痴或是不会演戏。其实我们综合的分数是蛮好的，是我该有缺陷的地方，老天爷还是很公平的有给我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怀抱着嫉妒的心。不是因为我发现这次《为爱启程》的那个 MV 一出来啊，点阅率现在是非常的高，然后有得到很热烈的讨论，但当然我也有听到有一些很小些的负面的声音。那我会觉得，如果质疑我的人，我完全不担心。我是没有办法送票给你，但是你可以就是来听我唱歌，我想要吓吓你。对，我们健身教练，呜呼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健身教练完全要让杨丞琳练完之后身材像他们一样哦。二头肌，胸肌是胸肌。哎，大哥这边还有点毛哈，有点害羞。好，杨丞琳特别为你打造。有人要你们裸体的意思吗？哎，他没有裸体，他是裸上半身啦。不是，这对我来说这就是裸体。好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哦，在杨丞琳做的过程当中，不但是呼吸能够调整到顺畅，重点是肌耐力的部分呢，能够训练得很好。你们两个很壮哎。三头肌还有胸大肌的部分做动作。胸大肌快点教我。是，来，我刚说我的缺陷就是这一块，所以大家不要不平衡。你几 cup？ 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侧边举。你快要满到喉咙哎。而且你看到他这边的胸，这边的肌肉没有？我跟他这边都可以放电话了。我跟你说，放在电话讲这边，你看都不用手拿。你练小提琴很好练哦，直接在上面，真的。希望让大家知道，就是小巨蛋当天，大家只要享受表演，不需要任何的担心跟任何的紧张。我觉得看表演的人就是要放松，没错。然后我会尽量把自己的身体顾好。是一种。是要让我们的全能天后、勇敢天后杨丞琳能够环游欧洲的百年古堡，重点是这个都是为爱启程之旅哦。